我以为十二点，我真的以为是，因为我是最熟悉的唱片公司被拔尖的，所以我在很多地方，比如说我唱红刊什么，我真的都是唱到比如说，十点五十九分，这样。我有一次他们就说我真的太准了，就是59分55秒，我人下去，然后 Ben 还在上面，我还下来问说 Ben 在上面算不算？后来他们就说没关系就。我真的不知道要罚钱，据说要罚15万。早知道要罚，那就唱到12点好了。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以为是12点。那上次马丹娜不是罚死？他是马丹娜没有唱，他那么有钱，那更好唱。